来，还是讲这个东西，这就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东西，对吧？就是说这个东西，就是整个这个分布，就是整个这个分布才是我这个 F，就是这个分布才是我这个 F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这里头，就是说我刚才我们做 give summary 嘛，对吧？give summary 现在我这两个是什么？就是当这个什么这个 F 有的话，就是 F 就是这个东西。然后这 F 里头，这时候是什么 ？B 和什么 sigma 平方，还有什么另外一个什么 sigma 平方 B。就这两个，就是我把这个 P 啊，刚才我们说那个什么，那个 X 啊 ，X 一什么到 XP 啊，就这个东西啊，就这个东西，那你就是什么，就把这个，就这样子做一下，就是什么，就把这个，就是把这个 B 当做其中的某一块，就是，然后 Sigma 当做另外一块，就是这个 B 给定的时候是 Sigma 抽对吧 ？B 给定的时候抽 Sigma， 然后 Sigma 给定的是 B。那先把这个搞出来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就等于什么？这个就等于这个，因为从后院嘛，这个，那这个我们说，因为是什么？这个是要用这个，是刚才说的那个是这个实际上是很简单，这个是 P B sigma 平方 D， 然后这个等于什么？这个是等于这个 D 给定的时候，这个 B sigma 平方，然后这个 P 的什么先验，对吧？这个东西不管，这个是 P D， 这个不用管，对吧？这个不用管。这个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高斯嘛，对吧？这个是高斯，这个就是什么上头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 I 从一到 N， 然后 P 的什么一不是 I， 然后 B 的 sigma 平方，然后 P 的什么 B sigma 平方，这个 D 就这个东西。那这个实际上一凑完了之后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，这个也是一个类似这样一个东西。就是这个东西，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就什么，就抽了，就 sigma 给就是什么，就是sigma 给定的时候就 b， 然后 b 给定的时候 sigma， 就这样抽。但是就刚刚，因为刚刚那个问的很好，就是说你这个因为是什么，它有个超参数嘛，对吧？就是这个 sigma 平方，我们说给什么是它是幂伽马，对吧？就这个 a b 嘛，对吧？刚才就查到这个，还有这个 m sigma v 这个东西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幂伽马这个 AB 嘛，就是这个东西是要给的，这个东西是要给的，对吧？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我刚才说，如果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怎么给，对吧？你不清楚怎么给怎么办？我再往下再做一层，我再把这个 A 和 B 什么，我再给一个什么，再给一个先验，对吧？那么通常这个时候一般，比如这个 A 什么什么，就这个固定一下，比如这个给个二，然后这个 B 什么，这个 B 我再做一层。再做一次，因为这样给个二的话，这个 B 就好弄，为什么？就是说，那我给个初始值，我要给什么初始值？我就基于它的均值给嘛，对吧？我基于它的均值给初始值嘛，就是因为这有一个值给定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均值，这个那就可以这样做。然后同样这个 M 嘛，对吧？比如这个 M 就给零，然后这个 V 那怎么给呢？如果那直接是什么用它的什么样本的方差去给，就是用了样本方差，因为这个样本方差我 V 总是可以去算的嘛。算完了这个去做去抽，这个总是要给的，就是说对吧？就是所以为什么他要做几十万次呢？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万一给的不好，对吧？如果这个东西给的好的话，你是不需要做很多次的，就做个几千次也就够了。所以这些参数怎么给？这个你要多读点那个，一个自己要去做，另外要多读点那种文献，因为文献的时候它有很多解释，比如这个幂伽马这两个参数。然后在多少层的时候，比如在第一层的时候，这个是要给什么？这个是在一和二之间给值，然后在下一层的时候又有个伽马，然后那层的这个值应该是什么？在二和三之间给值，它都有讲究了。那个这样做的确是很好，如果不那样做的话，的确还有些问题。这个就说我们就讲了这，然后关键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是这个分类，就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。一个分类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技术。这个我想后头大家应该知道了，对吧？抽你现在明白这个抽，这知道这个意思了，对吧？因为现在就比如这什么，比如高斯啊，什么维修特啊，什么尼维修特，那个 MATLAB 都有的，就都有现成的东西。你们读那个，就是如果真的读的话，就是真要弄的话，就是要把我曾经跟他们推荐一篇那个文章叫什么？就是 RGMC 那个什么多元那个单元，什么高斯共情，要把那篇论文，那篇文章讲得很好。而且那篇论文后头那个参数怎么给，它都有解释，就是超参数怎么给，都解释得非常清楚，就可以读的那个论文。而且那个论文
还有好处，它是什么？它把那个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高斯的混合体，高斯的混合体的这个个数，就是说到底多少个，对吧？一般都是不定数的嘛，对吧？就是比如10个、20个都不定数，它不用不定数，它把那个什么高斯混合体的个数 k， 它把这个 k 当做什么？它也把它当做是一个随机变量，对吧？它也给它限验，那就是一个 k 不 k 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它补 k 的时候，它的那个什么，它补的那个方法，你看没有？对吧？它这个 k 的这个方法，它是用 mh 来做，它是用 mh 来补这个 k， 但是它用 mh 的时候，它是用的什么？它是用一个基于参数驱动的方法，就非常有技巧。就是说，因为你给东西的时候要给个初始值嘛，它非常有技巧的一个方法。那个是非常好，你可以读一读。那个搞清楚的话，像这个 MSMC 的精髓经常会有。然后下面这个东，就是说你把那个文章读了，然后再看看我这次讲这两个精髓，基本上就够。那这个现在是关注是个分类问题，就是这个 Y 是属于这个零一的，我现在考虑是这样一个分类问题。这个分类问题的话，那我们知道就是什么？这个 PY 就是这个 B 给定的情况下，那这个我们是给一个什么 mu 的 B， 然后 Y 一减去 mu 的 B y， 对吧？我们给的是个贝努利分布，就是说这个分布，然后这个 mu B 是什么呢？这个 mu B 是可以定成一个什么一个 H 函数，然后这个 H 函数是什么？就是这个 i 乘一到 p， 然后 x i， 然后这个就是我直接写了，直接 x 的卷次和 b， 对吧？就直接成这样一个函数，对吧？就可以写。那虽然我们说这两个，这个 h 是一般有两种，对吧？就是因为这个 h 要把这个什么，把这个东西，把这个值要变成这，因为这个 mu 是在零和一之间的，对吧？这个 mu 是零和一之间的。那么这个 h 呢，实际上就是把这里头这个东西把它映射到零和一之间。那么同样的就经常有这两种情况，一种是这种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logit 这个 logit regression 这样的东西，一加上这个东西，一种对吧？一种是这个东西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那个我们也说过，另外一种叫什么？就是这个 h lambda 就等于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就等于这个 h。对，这个整个这个称为 lambda， 那这个称为这个 phi 伊塔，这个 phi 伊塔是什么？就是负无穷到什么伊塔二派，然后 exp 负的，这个应该是有根号，就是这个标准的高斯，就是标准高斯的 CDF 这样一个就是，那如果是用这样一个东西的话，我们说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probitor 什么？probitor 模式，那这个是这样，同样对吧？然后同样就是什么，就后头这个 b， 那么我们照样是给这个什么，就是这个 m， 这个 v 这样的东西，就是一直下去，对吧？就这样做，给这个限验。现在就是说，刚才说，在高斯的情况下，这个 b 是什么？它是有共轭的，对吧？高斯的时候它就有共轭的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实际上这个什么？这个分布就是说这个 B 是吧，这个 B 对吧，然后这个 D 就相当于讲的这个 D 就是这个 N 个数据，对吧？那这个实际上是什么？这个是没有的，对吧？这个后验实际上是不是共轭的，对吧？这个因为是等于什么？这个应该是就按照这个计算应该是什么，它应该等于正比于这个什么 D， 然后这个 B， 然后 PB， 对吧？就这个东西。那这个因为是什么？就是你看这个是这个 i 从一到 n 个点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mu 的这个 b， 那这个是 i 哦 mu i 对吧？我就用 mu i 来表示。然后这个是什么 yi， 然后一减去 mu 的 i， 然后 b 一减去 yi， 就这么多。然后这个 pb， 那你看这个东西对吧？你这两个。你把这什么这任何一个带进去，就是如果这个 mu i 这个 x i， 就是第二个字，你把这个任何一个带在这地方去，这个你都导不出这个 p 对吧？ d 给定的时候 b 的分布出来，所以这个分布实际上你是导不出来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肯定不会是共轭的，对吧？那这个问题就是对吧？现在我们就是要用一个技巧，就是这个地方用一个技巧。因为你现在你做对于这个模型的时候，你直接来就是按照这个套，你说我这个用 MH 的做也可以啊，也没问题。但是这个 MH 你就感觉到非常难弄，因为什么？这个地方
对吧？你就把这个 H 这任何一个带进来，就是这两种，那都带着这地方来，带着这地方来，就这个很复杂。那这个时候就用什么？有一种办法叫什么？叫辅助变量方法。就这个方法，就是这个方法，就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也是贝氏，这个辅助变量方法，这个思想实际上跟什么？跟这个 EM 是有点什么，有点异曲同工的这样一个东西，就是 EM 算法。EM 算法我们说这个事情做不好做，对吧？那我什么？我加一个 latent 进去，对吧？加一个 latent 进去，然后让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。那这个辅助变量实际上也有点这个意思。那么所有的这种都可以称为什么？称为是一个什么叫 data。就是 augmentation 的方法，就数据扩充的方法，就是原来这个不好做，那怎么办？我加一个新的数据进去，那么有些数据我把称为是个辅助变量，有些称为是个什么 latent 变量，有些什么 mixed data， 就是这样的东西，就是把这个数据扩展了，那然后让这个东西就变得比较简单，都可以看到是一个 data augmentation 的一个思想。那对于我们这个模型，我们具体来说一下，它画的什么东西？那么我们这叫 base 分类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就要引入一个什么？引入一个 z， 这个 z 我们把它看的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辅助变量。这个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原始的模型，就是这个 y， 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x， 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 x， 这个是 b。他们之间，对吧？是这样一个东西。然后这个 B 呢，再有什么？它再有两个，或者说两个分布，对吧？两个参数，一个是 M， 一个是 V， 对吧？就是原始的是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东西，对吧？是这样一个东西。然后因为高斯的话，就是什么？这个之间他们直接是个高斯关系的，对吧？那这个高斯关系的话就比较好弄。那就是这个模型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在这个 y 这个什么 y 和这个之间，我引入一个新的一个什么 y， 然后引入一个 z， 然后这个 z， 然后再什么再 x， 这个再 b， 然后再个什么再 m， 再 v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在这个之间引入一个新的一个 z 进去，这个 z 我就把它称为是一个辅助变量。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这个 z 呢就是什么？这个 z 就这个 z 它就等于什么？它就等于这个什么？就等于这个一塔，一塔就是我这个怎么 x 这个 b 加上什么？一不是呢？这个塔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就变成这个是一个回归，这个一不上是一个回归。我假设这个它的这个是零一这样一个东西，它就这就是一个什么回归，哎，那你可以想象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整个这一块就变成什么，下面这一块就变成就是个什么，就变成我标准的那个回归了，对吧？就标准的回归了嘛，对吧？对吧？那就下面这一块就怎么做，我都可以标准的回归去做了，就是对吧？因为这样子做，那么就当它就说什么当。那我就是什么？我当他给定的时候，你看到没有？当他给定的时候，下面这东西跟他没关系了嘛，对吧？当他给定的时候，下面没关系，那就整个这下头这做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标准高斯去做，就标准回归去做了。那就什么？那只需要就是什么？就是他鼓这个东西就行了，他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。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什么？我就什么？就我把中间搞成一个 z 进去，然后把这个问题呢？就变成有一个回归，然后这个 z 再跟这个 z 跟这个 y 之间，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关系，就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看怎么定义这个 z， 对吧？这个 z 是这样子，这个东西，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一塔加上一什么？这个一塔就是这个相乘，这个相乘。那我现在我们来做个假设，就说这个 z 跟 y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对吧？现在是这个 z 跟下头的关系是有的，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线性回归了。然后这个 z 跟 y 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是这样的假设，就是什么？这个 y，
等于一的概率，在 z 给定的情况下，这个 b， 像在 z 给定的时候，这个是什么？在 z 给定的时候，这个 y 实际上跟 b 就没关系了，对吧？实际上是没关系的。那这个时候我就这样给定是一，如果这个 z 是大于零的，否则它是零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定义这个 z 和 y 之间的关系，通过这样定义，就当这个 y 等于一的时候，当 z 和 b 给定的时候 ，y 等于一的概率是什么呢？如果 z 大于零的话，那么它的概率是一，它等于一的概率是一，那么否则它是零，就这是我定义的。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实际上是什么？我就也有什么，这个 y 等于零的时候，然后这个 z 这个 b， 那它就等于一减去它，对吧？它一减去它，这个。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东西了。那现在就是你看，就是如果有这样一个关系的话，实际上这个关系是我定的，就是这个 z 和什么，这个 z 和这个 y 之间的关系是我这样定的。如果有这定的话，我们看看这个边界，就是说这个 y 等于一的时候，这个边界，这个分布，就是把这个 z 什么，把 z 给弄掉，对吧？把这个 z 弄掉，那么这个实际上它等于什么？这个实际上是等于什么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可以写成它是等于 y 等于一的时候。这个 z 什么大于零，然后这个 b， 然后呢 p，z 大于零，然后 b 加上 p，y 等于一，然后这个 z 小于零，然后这个 b 乘上 p， 这个 z 小于零 ，b 小于等于都无所谓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是连续的，实际上小于等于都是一回事，对吧？是这个东西，对吧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什么？它大于零吧，它这个，然后它小于零吧，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就是把这个 z 给拿掉，就是把它边界掉，就是边界的东西，就是说，那我就说我为什么这样定义的这个东西？这个时候你看，这个时候它是等于什么呢？按照这个东西 z 大于零的时候，这个是一，对吧？对吧 ？z 大于零的时候，然后这个 y 等于一的概率，这个实际上是一，这个一实际上不管，这个实际上就 p 的什么？这个 z 大于零。然后这个 b， 那这个时候 z 小于零，那么 y 等于一的概率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零，实际上不管了，看到就这个东西对吧？就这个，就它就等于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等于什么？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你看这个是 z 大于零 ，z 大于零，然后 b 给定的时候，然后这个什么？这个 z 是等于什么？这个 z 是等于这个一塔加上什么？一个什么的，对吧？那实际上这个问题就等价于什么？实际上等价于这个什么？这个它大于零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就等价于这个一不平常要大于什么？负一塔，对吧？对吧？就是因为这个 z 就是它大于零嘛，这个一塔大于这个东西，对吧？那这个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不平常是个什么？一不平常是一个高斯，对吧？是一个高斯。那么实际上这个实际上是什么？这个实际上是大于负一不平常到什么？到正无穷，对吧？就这样一个就是基本上是个标准高斯嘛，跟画画派嘛，负的二分之 t 平方嘛 ，dt 嘛，对吧？就这个是不是等于负一不是嘛？这个，因为我一直上我给的是这个标准高斯分布嘛，dt 对吧？那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可以换把这个 t 和什么 t 用负 t 换一下 ，t 用 t 负换一下，实际上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负无穷到一个塔，然后什么根号二派 ，x p 负的二分之 t 平方 dt 对吧？就是把这个 t 啊，就是变成负 t 啊，换一下这个地方就变，这个不是变成负的嘛，这个、变成正的嘛，然后这个刚好倒一下子，对吧？那实际上这个等于什么？这个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 phi 的什么？一塔，对吧？这个、就等于 phi 的一塔。实际上你看没有，从这个地方就给我们一个解释了，对吧？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不说有两种定义方法嘛？一种这个 prebit 这个东西嘛，对吧？一种这个东西嘛，对吧？实际上就是说，你看它如果定成它的话。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谬嘛，就这个东西嘛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东西的话，就这个实际上就是等于就是谬的 b 嘛，
就等于这个它的概率嘛，在 B 给定的时候，这个概率 B 等于对吧？无关等一的时候，就等于它。实际上就是我在就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就说哎，如果给 Pro B 的话，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实际上我们可以来做这样一个分解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做这样一个分解，就是明白？可以做这样一个分解，可以就是什么？可以做这样一个。可以做这样一个定义是吗？可以引入这样一个 z 嘛，对吧？如果给一个 p 的话，可以引入这样一个 z， 这个 z 跟什么？跟 y 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，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。这个就这个，这个就很好了，对吧？这个就很好了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什么，这个鼓现在来鼓的话，你看现在我来鼓我们这个模型。那么我把这个 z 什么？我把这个 z 也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一个参数，也看的是个未知的。然后这个 b， 这个什么 sigma 平方，这个两个先看的是一个整体，这两个看的是一个整体。然后这个 z， 那么当这个什么？当这个我来估这两个的时候，我来估这个 b 和 sigma 的时候，那是什么？在 z 给定的情况下，对吧？在 z 给定的情况，比如这个 zt 嘛，就对吧？就是 dt 是估计，在 zt 的时候，我来估这个东西。在 zt 给定的时候来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实际上这个 y 是可以不要了，对吧？因为 z 给定的时候它跟 y 没关系嘛。那下头这个东西就变成我们标准的高那个什么回归了嘛，对吧？就按照我们看前面说那个回归就可以做了嘛，就没关系了。那现在实际上就关键是什么？就是说在这个什么这个 b theta 它们给定的情况下，这个 z 对吧？这也要估的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只需要做这样一个东西，对吧？它怎么估？那这个实际上跟那个什么，跟 y 也得有关系了，对吧？因为这个 z 是什么？跟这个 z 是跟这个跟这个这个这个实际上没有西塔，我们这个地方只有一个 b， 对吧？我们这边没有西塔，因为这个是标准高斯嘛。就这个，那就是实际上它实际上就是这个 z 是跟 b 和什么 b 和 y 有关系了，对吧？就那我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它后验是什么，对吧？看这个 z 的后验是什么？这个是就是说我们看 z， 对这个 z。那 z 呢？就是说，在 y 等于一的时候，这个 b， 这个东西，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它是什么？它实际上是正比于什么？它实际上是正比于这个什么？这个是应该是 y 等于一，然后这个 z b p z b， 对吧？它应该是对吧？正比于这样一个东西。那这个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实际上你看这个我们可以写成什么？这我可以直接可以看看这写成什么？这个如果这个什么 z 大于零，如果 z 大于零的话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这等于多少？等于什么？等于一，对吧？这个我们那个定义了嘛？这个定义嘛 ？z 大于零的时候，这个是一嘛 ？z 大于零是个一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什么？这个 z 这个是一，那么这个 z 是什么？这个 z 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。这个 z 是一个标准的高斯分布，对吧？那么这个 z 的应该是什么呢？它应该是这个是，因为这个 z 是它加它嘛，对吧？然后这个 u 上呢是零一嘛，那么实际上它应该是等于什么？就是一个应该是 n 的什么一塔一，是吧？就是这个东西嘛。那么否则它是零。就是当这个 z 小于等于零的时候，这个是零嘛？零乘它那个还是零。那你看这个，也就是说什么？在 y 等于一的时候，这个 b 这个 z 是个什么分布啊？当这个 y 等于一的时候，这个 b 这个 y 等于一的时候，这个 y 等于一 b 给定的时候 ，z 的分布是个什么分布？就是这样一个分布，这个是个什么分布啊？这是个阶段高斯嘛？就因为这个 z 要大于零嘛，就是对吧？就是在就是以塔为均值一嘛，为方差的一个什么阶段高斯嘛，它不是高斯，是阶段高斯，因为什么？这个 z 要大于零的，对吧？就它就可以从这个阶段高斯去抽了。那同样就是什么？那类似呢，就是我也有一个什么这个 y， 这个 z， 这个 y 等于零，然后这个 b， 那它是等于什么呢？它是等于是这个一塔，它是等于这个 n。然后一塔一，这个 z 小于零，否则是零，就是来抽这个东西，就是你看这个就这个是什么？就这就分成好多，对吧？就是这个
结论告诉，这个结论告诉，这个你也可以去这个。这个结论告诉不是说就是什么把从高斯抽出来，然后什么就这个对吧？这个地方就是不是说我现在从什么从这个高斯中抽出来，抽出来我看这个 z， 如果这个 z 小于零的话我就要了，对吧？如果不小于零我就不要了，不是这样回事，那不叫结论告诉。因为什么？那样子抽出来那个什么，那不是说它负那个，那负那个它前面不等于的，不等于的嘛。嗯嗯。对吧？就是它是个结论高斯，它还是个分论嘛，对吧？所以说那不行的。但是这个有没有关系？这个道具都有这个程序有写的，就是怎么结论高斯什么。但是你说你实在不知道，你按照我这个干抽也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就是从高斯抽出来以后小于零的我就要了，不小于零就扔掉了，也没什么关系。但是那个是不对的，就是有点问题的。这是结论高斯，你看没有？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模型就很好，对吧？就这个抽这个，因为这个 y 我总是知道的嘛，对吧？这个 y 我是知道，如果是 y 等于一的话，我要抽 z 是怎么抽啊？是从那个什么，从一个大于零的什么一个结论高斯去抽。如果这个 y 是等于零的话，那么抽 z 怎么抽啊？从一个什么，从一个负的一个结论高斯去抽。就是哎，这个 z 抽出来了，然后什么？就是这个 z 对吧？这个 z 和这个 b 它们之间就是交互了嘛？它们之间是交互了嘛？就这样子就可以做，对吧？就是哎，我有抽出一个，就补一个 b， 我就可以补一个 z， 对吧？然后再补一个 z， 然后你必须这样一直这样抽下去，抽完了之后什么？之后你就可以把 b 可以什么，把补出来。b 补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分类的嘛，对吧？分类的还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这个方法去做。这个叫辅助变量方法，就是这个技巧，就是吧？非常简洁，对吧？非常简单，就是中间引入一个东西。但是引入一个东西，你像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变得什么，变得简单了，对吧？所以它跟这个业务的思路是一样的，就是都有这个非常相近的一些方法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MCMC 就是这个就讲基本的东西，就也没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。讲一节课实际上是很能够完全讲清楚，但实际上就是会这个，刚才我说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是刚，再是那个 RGMCMC 那个东西，就是 RGMCMC 那个方法，如果你会你看到这两个，基本上就够了，就是这个技巧，大同小异。那么这个方法当然还有很多人在做，对吧？还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底层的东西，就是到底怎么去抽，到底是从一个分布怎么去抽。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很早的时候，我们学过一个什么叫 CDF 的那个什么函数，对吧？就是说一个东西如果它的话，那么它的 CDF 的逆函数是什么？是一个均匀分布，对吧？是零一均匀的，那个实际上就是个什么？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抽样方法。就是一般情况就是怎么？就是一般情况就是我们只给定什么？就是只给定了在零和一之间均匀分布怎么抽？实际上这个只有这个东西给了。就是我把这个东西约定了这个方法，其他的抽方法都是基于这个什么，基于这个基础上，这个怎么抽的，这个怎么抽吧？如果这个错了，那当然都后头可能都完了，对吧？现在这个是用了个什么？这个是用数论的方法去做的，用数论的什么一个什么剩余去就是一个除什么什么去搞，那就是只有这个东西是给定了，其他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。再比如高斯怎么去抽，怎么抽，那怎么抽呢？就是说刚才那个什么一个什么一个连续的，它的什么它的那个逆的，它的 CDF 的逆函数是个零一，对吧？那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，就那样一个技巧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技巧，但底层的东西就是，如果底层的东西，比如你说高斯，我也知道怎么就假设也是什么搞，但是因为越多的话就越麻烦，因为如果这两个不兼容，如果现在只有这一个，对吧？那就不存在不兼容的问题。就是说，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，这个地方有一个，结果这地方抽出来和这地方抽出来两个不兼容，那就麻烦了，就麻烦了。所以说，我就希望这个底层的东西越少越好。那么这个你说这个零一那个，那现在也不能说是非常好，对吧？也不能说就是完备了。这个你要搞出一个大家公认出来，那这个我估计都要可以拿图灵奖，这个必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现在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太管它了，因为现在这个太底层了，就是像我们现在学计算机，对吧？现在很多人都不一定要学这个什么，不一定要学汇编的，对吧？不汇编也行，对吧？不懂汇编，你们有没有懂的？没懂了。
现在就是说可能过五年也没有什么东西。我们这课呢，就是基本的内容就这么多，因为这个机器学习实际上就是机器学习这个课，我们讲那么多实际上是什么，就还没有真正去讲机器学习，对吧？你现在我们现在就讲什么，就讲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什么，一些数学，一些数学基础，数学基础就是你懂了这样一个东西了以后，你看论文，你应该会那个东西。然后我大致给你们那个，因为现在机器学习的书很多嘛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书也很多，就是我想你们都知道，第一本其实是那个，就那个威廉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就是 P 模式识别什么？机器学习 PR 什么 ？PR MR 对吧？那作者叫什么？叫必须要对吧？必须要。这是他一本书对吧？这，然后对应的这个现在有一个什么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机器学习什么那个，我不是给你们的教材了吗？什么概率什么，就是那个 Kevin Murphy 是吧 ？Kevin Murphy， 这个他这两个书是比较对应的。然后第三个是什么？就是那个这个什么 Elements 那个。就是统计学习这个那三个对吧？那么就他们好像最近又写了一本，他们又写了一本，写了一本简介本，就是说这个也是他们这几个人，就是安利斯沃夫这个，然后第四个是什么？就是 foundation， 就是这个，马歇尔对吧？他们这个他们我最近发现他们这几个又写了一本。这个出名的，实际上最出名的那个还是什么？可能最出名的那个，在美国的他最出名的，我感觉还是那个作者那本书，就是没有写完的那本书，好像还没出来吧？概率图模型的。的话，那么应该说这两本书对吧？这两本书的风格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个概率，就是模式识别和概率模型机器学习。实际上，这个肖普他写了很多书，是吧？他还写了一本什么 PR 和神经网络，对吧？他有一本书叫《模式识别和神经网络》，就是实际上那本书就是这个书是在那个书的基础上，因为那时候神经网络热嘛，所以他叫什么模式识别叫神经网络，对吧？他那本书实际上就是写的很好，但是那本书好处是什么？不是说神经网络好。是那本书的优化算法写的很好，就是那个神经网络和那个模式识别，因为人家很多人看这个书，就看这本书的优化算法，因为他机器学习的人，计算机的人，所以他以后用了很多那种算法，优化的算法非常好。这两本书的风格是比较相近的，都是以概率为基础，对吧？那实际上就是这个才是出来的这本书嘛，这本书。如果你们要去做真正要做就是概率的方法，可以读读这两本书，这两本书。那实际上这个 Jordan 这本书实际上是什么？ Jordan 这本书实际上也有两次这个概率的意思。那么这本书实际上我觉得更写得更清楚一些，更简洁一些。因为他们原来按照我的理解是，他们原来是他们两个人，比肖普跟 Jordan 他们两个是原来是想联合写书的，之后怎么突然就是不合作了，怎么？就各写各，他的书没出来，但是网上有，网上应该可以找得到。因为美国他们学校都是用他这本书做教材，就做机器学习的教材。那么就是如果你做些什么频率派的什么方法的话，那就是对吧？就这两本书对吧？这两本书，这个是机器学习人写的，这个是统计人写的。那么如果你要偏统计的一些什么理论分析，那这个书就这本书实际上是不太适合做教材。因为这本书写的太什么，太简单了，对吧？太简洁了。但是这本书写的当然肯定很好，它很好就是什么？就是说它文献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文献的一个带读，就是说你要去读它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你比如人家读这个什么布斯汀，他把最好的几个布斯汀的那些什么大致的给你介绍了一下，但是你要去把那个什么真正的参考文献拿过来再读，那你才行。
否则的话你光读的那种就是太那个太这个提供机理的东西可能不行。这个书那这个书是什么，这个书实际上写的还可以对吧，但是错误很多。但是所以你们看所有的书，就看所有的书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，你就到作者主页去看他有没有什么看过表，把他看过表找出来。他这个书错误的地方是很多的，因为他这个很新的，就这本书跟这本书都是去年才出的，去年出的。这个不管怎么多，就是我觉得你们就读对吧，对。但是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另外一本书也很好，对吧？我什么我是很厉害，这本书也很好。这个书，我觉得这本书比赛比都好。但这个书就是什么，这个书就是说写的太简单了，太简单。但是你想它窝窝嘛，对吧？而且它占500页不到，对吧？500页把所有的统计都讲了嘛，所以它就是什么。但是地缺是什么，地缺它是什么，它那个它给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东西，它就是它列出来的东西都是比较好的东西，但是它讲的比较细。这本书我就觉得就不如它。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什么，就像那个维基对吧，就这个书就是像维基，就是维基里头是有的都有，反正是很大很全，因为很厚。但是我觉得不如他这个书，不如他这个书写的比较。但是他说他这个书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觉得这几本书都不好，不够全面，所以他就写一本就是全面的书，就是这个你们自己可以随便看看。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什么，就是如果那样子还是去读一下子，读一本这个书。如果那个实际上就是什么，就是我们很多地方实际上就用这个机学习都用什么，就用那个，就是用那个什么，就是用那个模式分类那本书，知道那本书对吧，知道那本书对吧，就是做模式，就是学模式识别的时候他用那本书嘛。很多地方就直接用这个模式分类的本书。就2000年出的那本那就是什么丢塔是吧，就那帮人出来，这模式分类这本书。这本书虽然也用，这本书你做机器学习书也可以，有一地方就是用这本书。所以这个书还是很多对吧，这书国内也有对吧，国内有个什么李航写的本是吧。所以我们这个就我们就基本上就讲了。